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你们来到可乐姐姐玩游戏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向日葵姐姐。今天向日葵要带着你们一起去玩一个新的小游戏，大家可以自己动手制作出时尚的衣服，快来跟我一起去玩吧。制作一个背心吧，可以选一个好看的衣服，就是它了。先用剪子给它剪出一个外形来，大概的形状做出来了。宝宝们，我们可以去给它做一个小设计，在衣服上贴上一个小 logo 吧。把原来的标志给它盖上，设置一个拉链吧，调整一下大小，还可以去制作一个短裙呢。选一个条纹的吧，快把它裁剪一下吧。这个裙子应该放上什么装饰好一些呢？想到了，让我粘一个小兜吧。你们看，我的衣服好看吗？快来给我画一个美美的妆吧。选一个什么样子的眼影呢？就是这个啦。我还需要画一个眼线呢，就画上一条黑色的眼线吧。给自己打上腮红，快来帮我想一想，选哪一个好看呢？选一个淡紫色的腮红吧。太好看了，要画口红了。宝宝们，你们帮我选一下，什么样的口红跟我今天的一身比较搭配呢？对了，我还可以去换一双鞋子。快去我的衣橱里面看一看，有哪一双鞋子更好看一些。先试一下这个紫色的鞋子吧。这还有一双蓝色的呢，再试一下吧。就选它了吧。小朋友们，我们今天 DIY 设计的衣服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想跟向日葵一起去设计更多新的衣服，请关注我们的栏目可乐姐姐玩游戏，我们下期再见。